我是陈柏言，我是摩纳哥旅行家。就像是最近很夯，像美丽湾，或者是像马祖博弈公投，其实都是环绕在财团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问题做打转。摩纳哥可以靠财团，可以靠就是靠商业的观光，可以打造出经济奇迹。那摩纳哥能，那台湾为什么不能？或台湾的遇到瓶颈，还有政府的问题是什么？